新闻首先要来关心民雄县的消息。民雄大树养殖赢大树创意采果集合绕境活动，21号下晡盛大登场，总共有33队的队伍参与，将宗教甲传统文化结合创意，扩大全面参与。民雄的街仔非常的闹热，吸引路过民众停落来观赏，场面壮观闹热。大树野祭是地方一冬一度的盛事，以创意采果绕境，即是人潮的活动，结合创意重点的采果队伍，嘛是众所瞩目的焦点。民雄街道成为千人走秀的舞台，大家运用创意、卡斯设计、服装，还有表演，在热烈的欢笑，还有乐器声中展开。每年到了农历七月啊，我们大四爷文化祭启动啊。大四爷文化祭是台湾哈、啊、在七月的时候啊，四大庆典之一啦，四大祭典之一。那跟这个基隆这个中原祭，还有这个恒春的抢孤，跟宜兰头城的抢孤都并列四大祭典之一。那在这个月份里头啊。其实我们就是对于好兄弟一个普渡跟照顾，里头可以看得到，透过普渡啊，大家是在尊重分享啊，让这个灵界啊，大家一起来照顾好整个大家的生活环境。那今天是创意采接祈福绕境的活动，那这个活动呢，就象征我们大四爷文化祭开始要启动了。那大四爷文化祭预计是，农历的7月21到23号，也就是这个礼拜六开始，8月25号开始，24号开始，然后到8月26号，那中间有很多的活动。那因为这也是在嘉义一个重大的庆典，所以我们文化观光局啊，以嘉义好神的这个观光文化祭典的模式来启动。那这次的采接活动啊，是今天开始，今天来启动。那这次的报名相当踊跃，那目前有33组的报名，而且有将近1000000人的一个绕境活动。刚刚我看了一下哈、啊，都觉得这个好像超大型的运动会一样，大家来共襄盛举。那而且还有其中有23组，等一下。绕境完了之后，还会再做定点的表演。那透过大家祈福采接这个活动啊，向着这个照顾整个这个嘉义县境的所有人啊，代替大四爷啊，给大家一个福报。那也能够透过这个采接，也让大四爷的恩泽啊，能够分享出去，然后大家都在大四爷的照顾底下。我想将来，这次的活动，除了大家绕境的圆满以外，会让大家和境平安，那大家都很法喜充满。那后续呢，我相信会大家一整年都会生活，家庭都很幸福平安。那这次的活动的主题叫做好仙，仙气盈盈的感觉，所以这个。仙气盈盈呐、啊，在大家的带动之下，我想刚刚大家的这个祈福一定会如愿，啊，再谢谢大家，那也欢迎大家在后续啊，我们那个好神的活动，就是8月24号到26号中间，大家来参与、来参加、来享受这个传统文化的传承跟创新的这个互动的感受，那期待大家的参与，谢谢。文管局就指出，盛会的主题，予大家发挥心中所认为的神勇，是盛会飘飘的神女，也是盛会必然的烟雾、云雾等等，予众生来到现场有一种假新鲜的趣味性。队伍嘛是由将军花头牌车来领军出发，刷落来是由民雄国中管乐团、民雄国小舞蹈团。还有幸福快乐的舞蹈团、东势湖囡仔等团队来接力出发，最后是由民雄义消分队扛着坐德桥的纸糊大树爷压轴登场。采果路线对民雄国小出发，经过民族路、中乐路、
民权路、文化路，最后回来到大树叶庙进行表演。最新新闻中心民雄乡采访报道。大家好，我是嘉义县长翁章良。听说你想来嘉义县找工作，真是太棒了。我来告诉你，怎么样顺利找到工作。首先可以上网搜寻嘉义县产业线上征才专区，在这专区里你可以找到来自各行各业的最新职缺，无论是新鲜人还是职场精英，都能够在这里找到适合自己的工作机会。在网站中有嘉义县地区全部的职缺，可以依照想要的工作地点找寻适合的职缺。如果想找寻薪资40000元以上的职缺，可以点选精选职缺，帮你重点整理高薪工作，也可以依照想要工作的工业区地点做选择。如果想要找特定产业类别、职务类别，也可以善用搜寻功能，或者是使用关键字查询的功能。不管是在职缺名称、地点、工作内容出现的关键字，都可以搜寻得到哦。专业职缺类型多元，会诊嘉义县即时职缺资讯，提供求职者更便利的求职管道，也快速连接企业与求职者需求。还有最新消息，发布关于嘉义县求职相关第一手活动讯息。除此之外，专区为服务嘉义地区求职者，还提供免费线上履历见诊及面试咨询的服务。只要你有需求，都可以线上报名，将有专人联系，并有专业顾问协助修改履历与面试技巧指导，帮助你增加职场竞争力，成为职场精英。无论你是职场新人还是资深专业人士，在这里你可以找到适合你的工作机会。嘉义县充满机会与活力，是台湾新兴发展区域，而且嘉义人非常有人情味，我们欢迎大家来嘉义县寻找机会。嘉义县产业线上征才专区将为大家提供许多就业的机会，让我们一起来共同创造嘉义美好的未来。